今天非常有幸能参加2023届的高考送考。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呢，就表示的是，开门红，旗开得胜。希望我的孩子今年高考能够旗开得胜，金榜题名。今天我们穿的都是红色的衣服，主要是希望同学们能够大吉大利，一切顺利。然后希望高三的考生在今天的考试过程当中，平心静气，稳稳发挥，前程似锦，星光万里。